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台湾是大学，大学生什么？大学生与世界接轨。与世界接轨至今已经举办过6次的世界巡礼，其中拜访过大堡礁岛主 Ben、国际名导唐季礼，以及摔跤转战电影界的巨石强森等多位国际知名人士。而今天我们的高手，听说他在吃东西方面十分的厉害，是一个大胃王，要来节目中与同学交流。这一位人物呢，他其实得过类似比赛的冠军，好像已经有6次了。嗯。然后有4次的亚军，对，而且他还可以跨物种的对决，跨物种，对，非常的厉害。那要先请问一下我们这个大学生啊，你认为自己有当大胃王的潜质吗？宽基文，你有？哦，我是绝对的，因为像上次我们录完影，大家去吃火锅的时候，然后那家是单点店，但是我以为是吃到饱，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拿了一堆东西，我说哎。对，我说，哎，来来，帮大家省钱，大家来了，丢丢，发现蛮多人用不友善的眼神看你，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能吃。对，大概你的量可以大到什么样的地步？哦，我算过，总共有59盘。59盘的什么啊？火就是不管啊，就火锅料啊、虾啊、鱼啊什么的都拿。哇塞 ，OK 啊，艾波你可以那么瘦小。不完全可以，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两个胃啊，咸食甜食必分开。咸食吃超多意大利面，然后一起血完之后，然后再吃甜食，马卡龙、蛋糕，样样都可以啊。哦，对啊，各位啊，都是用讲的，没有任何影片佐证。是我们今天究竟是谁来我们节目里面呢？他最近拍了一个 VCR， 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全班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不过真的，刚一开始看到这个跟跨物种对决，这个怎么会想要去拍一个这么可爱的影片？ハムスター可愛いと思ったのでね、やっ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した。输了会有伤心的感觉吗？いや、もうね、そうね、僕ね勝つと思ってたのでね、でも実は本当はね、あれ、脚本があるんです。啊，被安排好的。故意输的。是啊。就わざと一つだけ負けるっていう。そうですね。那是不是代表后面会有续集？比如说也会跟狮子啊、老虎啊，或者是树懒啊。蛇啊。クマでや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よ。那熊吃什么？鱼这样子吃吗？还是鲑鱼卵？クマはソーセージ、パンなしの。香肠 ，sausage， 哇！所以因为小林尊的记录是呢，他曾经最多一次吃下64.5条的热狗，好恐怖！冠军，对啊，那个感觉是什么？就吃完64条半的时候，对啊。時間が10分なんですけど、10分だからそれしか食べれてないだけで、実はねまだまだ食べれるんですね。不会运动量要不要很大才行？平常那します。はい、走ったり、ウェイトトレーニングしたり。真的吗？听说他有8块肌，是不是？え、本当に？なりますね。トレーニングあんましてない。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我们不相信呢，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哇，不可能，还有还会动，还会动，还有大胃王有腹肌，哇，哎，那体脂肪摸一下吗？耶，摸不准，可以，请摸，多少？哎呦，他太性感，因为我这个角度还看得到他的内裤头，对对对，摸一下，在这边吗？哇，好硬哦，看个比你的还硬。哎呦，真的吗？啊，比我还硬。天哥，等下我弄一下，等下。干嘛？你要弄什么？我是把腹肌。哦，肌肉。对对对对。好厉害哦！不过今天来，我相信很多大学生对他一定很好奇，怎么去缔造这样的世界纪录？我们要好好聊一下啦，好不好？来，有请两位先休息一下，上座。好，第一个就关基文，你想干嘛？我想要问一下小林尊，就是。因为我是从小就知道自己超会吃的，那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会这么会吃？小さい頃から僕もよく食べたんですけど、大学の頃に友達とレストランに行ってたくさんの量を食べる競争して、それでその時に自分が食べること気づきました。有没有他特别强的，就是他最会吃的、最多、最快的是什么？或者是特别弱的，什么食物他比较没有办法吃太多？何でも強いですよ。所以应该他是不是肠胃很好？因为如果比如说这样讲，如果你吃很多 cheese 的话，会不会胀气或什么的？そうですね、もたれとかしないですね。哦，真的很厉害。我们这位美女大鹅要问什么？就是听说你比赛前三个月就会开始准备，那这是为什么？还有就是那个，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训练？啊，はい、やってます。有做特别的训练？有。三ヶ月ぐらい前から。水を少しずつ飲みながら胃の容量を増やしていって、で大会の前になったら12リットル飲め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ね。90秒です。それは最初は5リットル始めるんですけど。ああ、所以他不但是肠胃强，他膀胱也很有力耶。对啊，对不对？你是边喝边尿吧？那可是撑大，那问题是在那个 off season 的时候，就是没有在练习的时候，他会又缩回来吗？胃大小，胃会。本当そうで、オフの時はまた小さくなっちゃうので、また始める時にまた5リットルが始めるんです。哇，真的有这些分析耶！好，小牛，我想要问小林尊说，他已经知道自己是大胃王之后，然后如果他去吃到饱餐厅，会不会变那个被餐厅然后变成黑名单？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ね。逆にみんな喜んでくれるので、ちょっと恥ずかしいのであんまり行けないんです。去的话，人家开幕请他，当天又关了。料都吃完了，真的不要吃完哦。阿布，因为像外国人都会就是怕台湾的什么猪血、高鸭血，那来台湾有没有想吃或是不敢吃的东西？臭豆腐、臭豆腐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ポークブラッド、血の豚の血もちと、あとはそうアヒルの血。みたいなものが苦手です。麻辣锅有没有吃过？啊，ないかな。还没有尝试过。哇，那我们一定要做东请他去吃，好不好？吃台湾最好的麻辣锅。但是呢，如果要这个，他今天要过了这一关才能够让我们请客。今天有一位呢，可以说是算台湾的食神呐。对，而且呢，他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非常大，他可以连续大概。从出生到现在已经吃了大概30年都没有停过，哎呦，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挑战者，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挑战者。到底是？哎，怎么回事呢？好可爱啊！哈，那是新娘子吧？好哦。紹介です。私は太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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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太极了，没办法呼吸了。是小林煎饼です。哦，无聊。哦，小林煎饼 ，OK，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打倒他。对。但是煎饼，请问一下，你本人吃过最多的食物是什么？其实我是，如果吃到我喜欢吃的东西，烧肉的话，我可以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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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吃。我一个人去吃烧肉，可以吃到4000块钱。哇，4000块钱！哇！而且因为我吃烧肉再配点啤酒嘛，我一个晚上最多这样快速这样喝，可以喝到10杯啤酒。哦，500cc 哦。如果是吃面呢？
面是你的强项吗？拉面的话，拉面，因为拉面，因为我们今天常常比吃快，因为拉面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吃很快。我常常发觉，我吃完了，跟我一起来吃的人都还是没什么动。哦，吃快，口气不小。我是很担心我赢他，今天对他这个小林哥有点不好意思。哦，他是在担心小林先生。嗯 ，OK，OK。我告诉你，小林尊心有一句 OS， 这种胖子我看多了。对，真的，应该不是你遇过第一个胖子了吧？是不是？是不是？你是不是要说他很期待？好，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比赛 ，Start！ 接下来就由赛前呛虾呛很大的台湾食神纳豆来挑战世界级的大胃王小林尊，究竟纳豆是否能一战成名，击溃来自日本的大胃王呢？纳豆与小林尊的世纪对决，华丽吃法让全场惊艳。台湾食神纳豆即将要挑战世界冠军小林尊。万一我赢的话，这一切会变得很尴尬。不会，你想太多了。就算你真的赢的话，没有关系，尴尬的场面我们想办法帮你圆。Start！ 哦，哇，纳豆拼了，小林尊还看他一眼才开始吃，看他一眼，很从容哦。小林尊剩两碗了，纳豆，你现在是第五碗。哇塞！他根本连嚼都没嚼啊！台湾食神纳豆即将要挑战世界冠军小林尊。哇哇！那比赛的内容呢？就是在最快的速度里面，可以把十碗面。在桌上前面十碗面吃掉，比的是速度，速度，今天就是我们的冠军。OK，Are you ready？Oscar 一下 ，Oscar 怎么样？可是因为他已经是世界冠军，万一我赢的话，这一切会变得很尴尬。不会，你想太多了。对，而且就算你真的赢的话，没有关系，尴尬的场面我们想办法帮你圆，帮我圆场。对，麻烦你们，我现在开始想，好不好？想一下 ，OK， 好 ，No，Are you ready？OK，OK， 好。预备备 ，Ready and start！ 哇，纳豆拼了，小林尊还看他一眼才开始吃，哎，看他一眼，很从容哦。对啊，都在第二碗哦，都在第二碗了，是不是？好从容哦，他好从容，为什么？太多了，这种会吃。纳豆，我跟你讲，要稳稳稳住，稳住。第四碗了，你第三碗加油，稳住。口大口的塞进去，来，哇塞，百闻不如见，小林哥好从容哦，加油，小林哥吃完五碗才喝，纳豆是吃完第三碗，哎，我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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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纳豆，纳豆，小林哥剩两碗了，纳豆，你现在是第五碗，哇塞，还有，他根本连嚼都没嚼啊。这个记录应该是大概45到50秒而已。对，那小姐可以翻译给他听，为什么呢？因为他，你刚刚一说开始，他还拿起来这样，先看了你一眼，然后再吃，很悠哉，然后故意慢慢的。他第一排是慢吃，他第二排就不想跟你玩的，好 turbo。就加为什么我看不懂？我吃超认真的，你真的吃很认真，而且吃的乱七八糟。你现在有耳感？什么耳感？我就觉得。不舒服，胀胀的，是心中那种杠杆比较重。什么什么？心中那种杠杆原理，杠杆原理，阿基米德原理。嗯，你问他，你又不懂什么？来，对，我为什么？我舒服，说这么快吃完，我想哦，那很难吞呢。为什么很难吞？今飲み込んだんですね。就是吞下去。絶対飲みます。吞下去。どうして？我不懂啊，我超认真比，我做。怎么讲？对，头皮发麻哈。我觉得这见到，可是你永远没办法得到答案的，因为这但是他是
他嘴巴一张开就是把轰轰这样进去。那请问一下，他吞到现在是在这里吗？已经到这里了，腹部了。哦，破开了，哎，六块钱了，兄弟。哦，所以从他嘴巴到这里有电梯呢。嗯。Elevator，Elevator， 哦，我的现在还在慢慢走楼梯下去而已，有点不是很舒服，对，还有点卡在喉咙吧。而且刚刚 Ken 跟我讲到，你看他吃的好干净，非常干净，好漂亮哦。然后你看你自己，你是幼儿园吗？幼稚园？你看，不是都撒了满桌垃圾，对。你还在不可思议，好像做梦，好像做梦的。对呀。哎呀，我们原本以为这一段可以上世界新闻。对呀。对呀，我们是真的对你有信心。是想他怎么他讲刚这样弄这样，然后这样直接喝吸，嗯，直接对，大概两口，两口，他分两口，试试看，试试看，你试试看有没有办法用他吃的方式看看，一口，两口，然后吞。虚弱的感觉，是不是？他不行，他吐出来了。吞不进去，这样会可以丢吗？不会，哇，他都不会有任何不舒服过。那有没有职业病？嗯，そうですね。ずっと顎を使うので、このが関節痛になっちゃう。咀嚼肌。就是因为都要嘴巴要张很开，所以曾经就是上下颚有错位，错位，错位。嗯，那请问他有没有在做别的工作，还是就是以这个比赛为主？啊，これもそう、これが仕事です。はい。哇，很厉害呢！在这一站呢，我们要恭喜小林尊还是世界冠军。太佩服了，太佩服了！相片，这是为什么特地来到台湾？あしたの乾麺のイメージキャラクターになったので。今回来ました。OK， 所以可以在这个信义区的松糕店可以看到，对不对？そうですね。あのアッシュフーズがこれから世界でも出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僕はあのアメリカや他の国でも大会出てるので、一緒にアッシュフーズをね盛り上げできれ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ます。马上就要请我们这边的有这个学生代表来交换信物，要非常荣幸啊！这个谢谢这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雪璇送上的是哦。这是这个是拿开毛巾吗？对，学生的没特别定制小林尊，对，然后就是我们希望之后小林尊比赛的时候可以带着这个毛巾，嗯，对，就是有我们的那个，把它打开整条，对对对，哦，大学生的没 cos 啊，这是 crossover 的一个作品联名的，啊，一样是世界冠军，多么厉害，世界冠军的节目，谢谢，好，谢谢 ，OK， 哎。啊，小林尊先生也有，雪璇也来接受一下，代表大学生，嗯，厉害。いつも使ってるハンカチなんですけど、那个是手帕，他有签名哦，哇，手帕有签名的手帕，哦，签名在，签名在哪里？哦，雪璇还要特别检查一下，对不对？电我们，对，你一定要给我看到才算数啊。哦，这边。好，有看到了，有。没有，但是只有这样不够特别，我们可以用这个擦一下他的，帮他擦一下嘴角，因为他刚吃面，对，留下一点他的哦哦，一点战斗的痕迹，对，啊 ，OK。刚刚也有战斗啊！不用了，不用。是，在这边今天真的要谢谢我们的小林尊先生，让我们很荣幸能够看到这位专家啊，这个来到现场，这个精神真的是这个他的精神有没有？比如说在有时候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但他都想什么可以继续下去？楽しいからじゃないですかね。热衷自己的工作。人が驚いてくれたり、あの感動してくれたり、たまにあの。そういうのをいつも自分がもらってる感じがします。嗯，享受你的工作，非常好的态度，在这边也要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小林尊先生，谢谢。谢谢。刚刚看完了世界级大胃王小林尊现场比赛的过程，是不是觉得很震撼呢？相信大家看完也是叹为观止吧。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三位打扮帅气的女大生，要来突破尺度，尝试变身成可爱的甜姐儿。改变后的她们究竟会变得多可爱呢？广告后别错过哦！帅气女大生展舞技，让男大生颜面无存。我马上来看一下一号女生 Chloe 这位帅妹，哎，有美的
感觉，又帅的感觉。我想请问你，你会做什么事情比男生还帅气？自己觉得是跳舞吧。自己来一段，你来。帅，哎呦，啊，我觉得拍他帅耶。觉得女性没办法比男性帅，其实我错了。这个是日本的一个调查，你知道吗？他说到底女生想变成怎么样？那64.9%很高了吧？大家想变可爱，但是呢，65.1%，我觉得这是复选，他们想成为强大又帅气的女性，边都想，都想。对不对？而且现在女生其实我觉得限制没有那么多了，没有说你一定要穿裙子啊或什么。你看像赖雅妍在等一个人咖啡，阿布斯帅的，哦，剪短头发，杨乃文也是酷酷的，也是一样，对不对？孙燕姿酷，对，可以有稍微有点中性，但是又酷，但是也有女生的魅力啊。嗯，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改造这些外表帅气，看他是不是就是说可刚可柔，哎呦，对不对？从很刚变成很甜，哎呦，很可爱，不错。所以请问大学生，看到外表帅气的女生，你的第一印象会是什么呢？你马上心里出现的 OS 是什么呢？小牛，我觉得他们很神秘，因为他们看起来太有距离感，大家不敢接近。就他本身好像旁边有一个保护层，就没有人敢去碰他们，所以就不太有人了解他们心理世界。好的，我们今天呢要帮我们担任这个变身的老师呢是非常专业的，我请欢迎碧君老师。碧君老师，就你观察，现在虽然越来越多其实五官很清秀的女生喜欢打扮的比较中性帅气。对，其实现在的女孩子在工作啊，然后还有在就是社会上面，其实都已经越来越不会分男女这样子，所以很多女孩子就会觉得，其实她不一定要让自己被物化，然后一定要很浪漫、很甜美，然后一定要依附男生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女孩子会希望自己可能比较中性、比较独立，然后表现出她可能跟一般就是小鸟依人那种女孩的那一种路线不一样。那有些这种中性女孩其实还蛮有魅力的。因为有些男孩子反而会需要被保护，被保护，现在有点这样。对，我发现还蛮多，不管是在学校啊，还是在工作职场，还蛮多这种看起来很中性，然后比男生还帅气的女孩子，其实人缘非常好。好，我马上来看一下一号女生 Chloe 这位帅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她的打扮，然后她有一些话跟我们说哦。哎呦，哇，连身底，哇，这么帅。就算在一群男生之中，我也觉得会是女生注目的焦点。哎呦，好帅哦！请问男大生这一位帅妹的穿搭跟他的言语，会你会对他产生敌意吗？圈叉。女生的话，会不会走在路上，你真的会多看他两眼？圈叉。哎，好，拍卡你打圈，敌意，敌意。其实我听到我是不以为然。我刚才听到他刚才讲的，那我觉得哦天哪！讲一句话又多了好多底。他好好笑，他好好笑。我觉得女生是没办法跟男性比 man 的。最好笑。我们男性就是 man 的一个极致了。哎，小妞会多看他两眼哈。女生的话会，因为现在很多女生会看男装，可是真的撑得起来的没有多少个。嗯，好的，好，想看我们就让你看到他啦，一起欢迎来这一位来自豆浆表演系的 Chloe。哎，好。感觉又帅的感觉，清秀。一号帅气女大生 Chloe 平时的兴趣是跳舞，所以习惯比较休闲的穿搭风格。而据说他们女生组的团体还赢过男生组哦。如果真的碧君老师要让她也保有原来的味道，但是再加甜美的话，大概要怎么做？我觉得其实我对她的第一个印象其实真的有杀气，但是猛一看，哎，其实她的脸还蛮清秀的，所以可以变成甜美的那一个。那个空间蛮大的，那我现在的我看过之后，我的建议就是说，其实黑白还蛮适合他的，但是也不能太过于就是什么蕾丝啊、小碎花那些什么镂空那些太性感的女性化。怕你的衣服被剪坏。对，我怕我会被他追杀，所以我帮他挑了一个这个，就是也是有点就是跟黑跟白的一个组合，但是就是有点比较小小的甜美。然后一样是裙装，可是这裙又不会太过浪漫。建言哥，来，就是我想请问你，你会做什么事情比男生还帅气？哎呦，喂，抢起来，建言抢起来，凶的嘞！我自己觉得是跳舞吧。哎呦，对，建言，哎呦，都讲出这种话了，激
屁股在地上一转，这样你要，你也要跳啊？对啊，可以就是来 battle 一下。我今天学妹很厉害，好娘哦，建言手受伤了。哎，建言有吗？哎，真的，哎，真的肿起来，哎。哎呦，算了啦，他平常那边炸炸炸，我们地板也受不了。哦，那还是不要 battle， 他自己来断，你来断好不好？也是可以啊。OK 啦，来了，耶耶耶。帅气，骨子骨子骨子里的帅气，什么？没有了，快要快要开始了，不是跳舞吗？弄得跟是怎样？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像陈雷大哥啊？我刚才一直觉得女性没办法比男性帅，其实我错了，我错的离谱，我错的离谱，你太快认输了吧？快就认输啦！因为我发现这个敌方有点太强大了，好厉害哦，不错啦，这个人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能屈能伸，对，但是一直没有看你伸出来啊，好不好？不要一直屈，好不好？对啊，好，被电爆，来，谢谢海涛，谢谢海涛，输得彻底。但会不会有时候看不起男生，觉得男生逊逊的某些方面？嗯，有哦，有一次。就是我们练完舞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吃饭，这跟某位男大生有关。哦，是哪一位？张浩。哦，张浩有来吗？反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然后就有蜘蛛那种很像喇牙蜘蛛跑出来，就他就立刻尖叫，然后叫女朋友保护他。他说：“保护我，可怕，帮我杀他，可怕！”一叫一叫。我们在请张浩讲之前，我真的看不起这嗨咖，他还说：“哇，什么？你刚刚好可笑，好可笑！你刚出来晃了一圈，然后你现在讲张浩，你这种就是标准，就是有一些人在网络上面只敢骂人，然后叫他站出来，他都不站出来。”就是对啦，我就是那种人啦。谁要承认？你还有羞耻心三个字吗？那张浩，为什么你会？没有啊，其实我要讲啊，我觉得女生就喜欢我这种的。我不得不说，她高中也跟我告白过。哎呦！勇者在场，你在不会讲话？真的吗？高中真的是不懂事。对，是真的。是，这是当时喜欢张浩，就觉得他很可爱，然后跟他告白，他拒绝你，对啊，没有，他拒绝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太高，他喜欢男生，哦，反将他一军，他就直接说，因为你真的长太高了，这样。可是我们张浩现在都有加鞋垫了，可不，不一定啊。差不多啦，好，但是接下来因为要做这件事情，可能男生有一种等着看好戏的感觉，是，就你要变甜美了，对，好不好？好，交给碧君姐来打造你喽，来，碧君姐，来，好，麻烦给她的战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二号达达，麦克他的穿着以及他想说的话，哎呦，喜欢戴帽子，男大生们要交车就要趁现在，不然等一下我主场，你们再交车就来不及了。叫男大生叫车啊，叫车，不然的话等一下他出场，你们叫车就来不及了。他这样讲，你们担心会不会比下去吗？男生来圈场，女生来讲的话，会不会觉得说，哎，他的打扮会跟你的男友比较一下，看看谁比较帅？来，好。贺龙，你打圈？对，我觉得有点怕，因为我们就是第一前线的那个雄性阵线，嗨咖都被打成这样了，我现在开始有点挫。那梦梦，你是觉得说他可以拿来跟男生做比较？对，我觉得他跟张浩好像哦，他好像张浩会穿衣服，所以可能看一下说，哎，他跟张浩是不是同一类型？天哪，今天都是张浩杀手，冲着张浩一起欢迎这位帮张浩主静怡化科系，打打。哎呦！哇！这还有一个帅气女变身田姐儿，少女情怀也跟着来。
做 Coca 会改造成什么样子呢？一起欢迎 Coca。这是模特，这种感觉。男大生这样敢跟他搭讪吗？我会比较不敢靠近，靠近，因为他你应该没有敢靠近的吧？哦，好像也是。你有幻想过什么样的偶像剧的情节？扑倒、压倒之类的。扑倒？哇，是什么？女生有开心吗？女生你还好？她超开心，好不好？二号帅气女大生达达，平时也都喜欢黑色系的穿搭，也常常因为中性的打扮而吸引到不少学妹的注意哦。碧君老师，她的改造方面，我觉得我对她第一个印象，我觉得其实她那个 man 的味道比较没有那么重，对，她其实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时尚那一种穿搭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她可以走有点就是小女生比较可爱那一种路线，这个有小女生吗？这对猫头，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可爱的图案，所以呢，我帮她挑一个，我觉得可以走一个有点就是复古，然后有点可爱的，也是还没有到那么甜，因为我觉得毕竟他们都不可能去什么太过浪漫的那种甜美，对对对，所以我帮她挑一个就是有点小小复古，然后还是很简单，然后就是这个 OK 图案有点可爱，这 OK， 对，但是也。颜色是比较暗的，不是那种粉嫩的粉红色。对对对对对。650。我想问一下达达，就是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被梦幻的告白？因为被梦幻的告白。因为我很喜欢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像是外星人那种。哦。对，然后我就有想过，就是有一个就喜欢的男，就是喜欢我的男生或女生，就突然坐飞碟，然后有一束光下来，然后我就被他带走，然后带去玩。找明星去。对。或者是 ET。对，这个关系不太一样，对对。哦，嗨咖。哦，其实我这个人啊是很会看人的。哦。我刚才从他言谈举止中，我发现他其实内心是住着一个小公主的。那我想问你，到底在什么状况下，你会展现出你小公主的一面？小公主，小公主，小公主，小公主活在小鹿乱撞。哦，因为我很喜欢，就是看，就是权志龙跟那个 Big Bang 演唱，对，演唱会。是，对，然后我很喜欢他，可能就是会穿着高跟鞋之类，会对为他尖叫。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权志龙啊，对吗 ？GD 在哪里？来给他一个 Austin， 出来出来，哎呦，哦，有没有有像吧？就那个来了，有一点。哦，哇，那这样你会不会选男朋友也要找这样型的？是不用啦，因为太帅了。那贺龙，哎呦，贺龙，贺龙，不要权志龙，不要权志龙，就只有贺龙。贺龙，看一下，看一下，贺龙，贺龙，全贺，好衰啊！虽然名字都有龙，但两边感觉可是差很大呢。你要选哪个龙呢？对啊，很有喜感。哎呦，你真的好有眼光哦！没错没错，他是比较走谐星路线的啦。那但是呢，这个接下来就要去换那可爱的猫头。其实他本来有提出他的要求，要穿蕾丝的路线，所以刚刚嗨咖完全讲的是对的，真的。对，但是我们刚刚在后台试过之后，觉得可能还是回来一点这样子。麻烦你啦，好不好？谢谢大家。好，第三位帅妹的是 Coca， 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打扮以及她想说的话。男大生，你还看到我不要自卑，长这样不是你们的错。超呛，超呛，这么呛，看到她的穿搭，男生会把她觉得她是假想敌吗？偏差，她是男生吧？650，你会觉得你长得有错吗？我们这样呛你，你打叉了。哦，其实就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他既然想帅，就给他帅啊，就让他帅就好。你这样跟嗨咖什么两样？不要这样好不好？你们就是出来大声说怎么样？我输了怎么样？我对不起，这样。我们来感受一下他的气势好吗？好，欢迎实践学分班的 Coca。
三号帅气女大生 Coca 一出场就散发让男大生震折的霸气，虽然外表帅气，但内心也是住着小女孩的哦。我后来发现这几个女生其实她们还是有很女性的一面，很女性的，她喜欢涂红唇、红指甲油，对不对？大家看到她本人走出来的感觉是什么呢？璇璇。我刚刚看他背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帅，就是希望我男朋友是这样帅帅坏坏。可是看到脸，其实还是觉得他是女人，就是女生的样子。嗯，这个碧君老师他要怎么样改造？我觉得对啊，他给我的第二感觉其实还蛮时髦的，很像就是在那种就是明星的设计师做艺人那一种的。然后我觉得他是属于那一种大姐头那种帅帅的中性女生，所以还没有也没有很 man， 所以她其实女性的那一种感觉还蛮多的。对，那我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很时髦的女孩子。对，那我帮她挑了一个就是这几季也很流行这种比较科技未来的，然后一样就是一个就是短裙，然后短的那个蓬裙，然后再加上这个哦比较中性的这种就是运动外套。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她应该是可以驾驭各种服装的，尤其是一些比较时髦的、比较 fashion 的那一种路线的，很有自信。对，而且因为她身材是一个模特的，对呀，就是条件，对，真的很不错。我想问一下 Coca， 像你外形那么帅气，然后你又说男友嫌弃过你的穿着，那会不会因此异性缘受影响？异性缘哦，因为男生大部分都会把我就是当就哥们这样看，就会觉得就是异性缘应该还好，因为他们觉得很比较好亲近，因为像哥们比较 man 这样子，所以其实还好。但你的内心不会希望他们把你当女生对待？会，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就是你比较 man， 然后比较独立，他们就觉得你不需要照顾。好，那我们就换上一套，看会不会有更多人想照顾。对，好吧，好来 ，OK， 谢谢 PG 老师。好的，各位，那我们的一号 Chloe 呢已经变装完成了，一起欢迎 Chloe。来，我们全场竞争的，这不同人哎，不同人 ，What？ 就这样也，就这样不错哎。从原本中性运动风的穿搭，经过碧君老师改造后，是不是整个散发一股甜甜的女孩味呢？大家看他现在这样的穿搭，会想跟他搭讪吗，男大生？好，学妹注意看了，在左上方张浩按了一个圈，好，学妹，后悔了，张浩，不得了不得了，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他穿打扮成这个样子，我蛮惊讶的，还是真的这样是一个耳朵又红了，张浩，他害羞对先红耳朵，他假如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装扮的话，你会比较有可能跟他交往发展吗？我觉得有可能会试试看。哦，我觉得我应该还是因为太高被他拒绝。对，我刚刚就要讲，因为你穿那么高，对对不对？那但穿这样有可能 hip hop 一下吗？哎呦，对，好跳脱，哇，好不搭，好性感，好性感，好不帅，好不搭。还是帅的自己，感觉很妙。等等，来一个，比如说类似王心凌那种甜美风，哦，甜美也是一些简单的动作。爱你爱你，可不可能？哎呀哎呀，也可以啊。来，我们 music 来一下。想啊，你蛮喜欢的吧？可以，都会，那其实可以。好强啊！有少来吧，看有练过，我没有练过，很不自在吗？那现在更不自在，因为穿裙子还要坐高脚椅哦。可以吗？可以吗？试试看，来，对，甜美的坐着哦，配合这一套衣服哦。喂，你不要腿太开，对对对，哎，吓我一跳，吓得以为你要跨上来。好，各位，接下来还有二号达达，大家非常期待，欢迎达达。原本中性帅气打扮的达达，经过老师的改造后，加了些亮色复古风的元素，是不是感觉变了个人似的？
大家看他穿这样，男生会不会想加他脸书好友？好正哦，身材超好的。哎 ，Austin， 我觉得他这样子就是有表现出有气势，可是又是有女人味，就让我们觉得很想要跟他喝杯咖啡。所以你有没有像，因为他刚刚有跳王心凌，你有没有想穿这样，然后做什么比较有女人味的动作吗？还是留下一个纪念？啾咪，招财猫。好，招财猫。好，来对着镜头。哦，哎，其实是很表演型，对呀，对不对？可爱甜美的耶，是不是小牛姐？可爱，而且我觉得好像妈咪，她刚一出来就很像妈咪声音，可爱哦。你以后会想多尝试高跟鞋吗？应该不太会吧，有点不好走，对不对？对，因为好像就是下面那个压力会太大，然后就是会脚底板会痛。脚趾头也很有爆裂的感觉，辛苦，赶快去休息，好不好？小心，小心，谢谢。好，最后 Coca 会改造成什么样子呢？一起欢迎 Coca。原本一身黑打扮的 Coca， 经过改造后，原本的身高加上绚丽的服装，是不是散发着一股名模感的气息呢？男大生这样敢跟他搭讪吗？圈仓，因为他反而有另外一种气场，对，气场反而变大，强大哎。哦，谏言按都不敢按哦，来，就我会比较不敢靠近，靠近，因为他，你应该没有敢靠近的吧？哦。好像也是。那你有幻想过什么样的偶像剧的情节吗？因为既然心中你说少女情怀那种吗？少女漫画那种吧。嗯嗯，被可能扑倒压倒。扑倒哇，这神奇！压墙可以吗？来卡。哇，因为本节目没有人在这里扑倒。这个扑倒扑倒，他太多人怕要扑你，就他自己先倒了。对，那不会扑过来。那既然人家都讲，我们要完成一下梦想。选哦，你可以选你喜欢的类型。哦，哪一位 ？Austin 吗 ？Austin 吗？哇！来，请出列。好，我剧情安排一下。好，就是你呢，因为你长得像 GD， 对不对？所以你趁很晚的时间呢，在信义区有几位女孩子喝醉了，灯很暗，你就假装过去那边，然后说你是 GD， 就跟几个女生发生的超友谊的关系。但是其实就在路边，对，好吗？编剧这么复杂，被女朋友看到。被他看到，对，然后你要跟他讲说，你要跟他解释说，我其实真的长得像他，但是我就很想要利用这一点，但是我以后不敢了，好吗？求求你原谅我，然后就扑墙压墙，没问题吧？懂，可以，女生 OK 啊，好，承认，来，预备备，五、四、三、二，对不起啊，我难得长得像 GD， 难得，让我利用一下嘛。我下次不敢。哦，原谅我。好，好，那也要亲，假装要亲了。对。哎呦！假装。听到了吧？女生有开心吗？女生你还好？她超开心，好不好？你没有啊？脸红。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什么感觉？你要哭了？怎么样？他欺负你刚刚？他刚有欺负你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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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哦，那个感觉有跟你想象中一样吗？还是差很远？压力有点大。压力有点大，还是你喜欢纳豆哥这种脸？哦，那你要垫几个？啊？要垫几个？谢谢，哇，我们就居然发现了一个名模，哎，身材真的好，对不对，毕君老师？对啊，真，而且什么都能穿啊，我觉得对，比例很好。来，第三位美女，请上座。好，OK， 今天看到了三位帅妹变成甜美系的女孩，大家觉得哪一位最成功？来 ，1、2、3。贺龙三号那型就刚好中我意，我愿意你平常穿女装跟他在一起。你有什么毛病？你要不要去检查一下？不可以。但是今天其实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呢？是多年之后学长终于接受一号、三号，你投一号哎，所以 Chloe 现在是不是有点暗爽？就也还好，因为他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个什么东西了。哇塞！你不答应我的告白，我就毁掉你。对，可是你已经写一号，你要讲
讲好话。对，好，这样。不管在学校还是舞蹈圈，我都还是算个前辈吧。好了，可是我今天卖老卖老，可是我今天我是真的觉得，因为像二号跟三号，我是感觉我还是觉得他们是比较时尚，就是时尚，然后可能还是会有点酷酷。但是一号我真的觉得他让我很惊艳，他今天真的变得很甜美，就是点点，然后他也加油。后悔后悔后悔！今天要再次谢谢这三位，谢谢谢谢冰冰老师，谢谢。